慈母也是一个学问，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学问。如果是一个有兴趣修行佛学的，它是一个法门。如果是想了解生命的道理啊，或者养生，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。因为我是临床心理学家，所以在我的角度，它是一个临床的治疗的方法。现在的人心太乱，一时开心，一时嬲，一时中意，一时唔中意，所以咧系好无常，我哋嘅心好难静落嚟。所以当我哋练呢啲功法，日子有功嘅时候，当我哋遇事唔会咁激动，唔会有咁多嘅妄想出现，咁我哋就可以心平气和一啲，我哋咧就系可以自在一点。禅宗系好讲安心嘅，个心如果唔安咧，就好难会静落嚟。咁好难静落嚟咧，就会有好多疾病，包括系精神嘅疾病同埋身体嘅疾病。咁所以点解我哋话禅武医总括嚟讲系安心之道？咁对比较上实际嘅人嚟讲咧，我就话禅武医咧系一个生存之道。直接受惠于禅武医，我哋修禅嘅人系自度度人。我好啦，我好想大家好。这个法门系冇任何嘅 price tag。因为它是 priceless， 它没有价钱牌，它是无价的，所以在网上你可以看到所有你学的资料，你只要肯学多得少少，你会受惠的。这个就是我搞这个音乐会的原意。